告诉我他发上去了。对，那我他们看那个早是220群也发了。对，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群。因为这个是临时发布，大家每半小时换一下。对，那个220流行群。好，五分钟，要大家还需要两分钟，还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可以收？就这些收集的这些名单，我们要干什么？要去 recruit。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分析开始的分析是大家是更多的。要讨论吗？那还要有 read out。这点，所以说我自己我就还去一看，就是没有做过 brainstorm， 就是拉人，对，拉人，对，完了还在，但是啊那边，就这个人来说，那我就说，因为很多人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说你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想到，比如说像那个Lucy 一样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以往他没有什么表现呢，他怎么会参与呢？对吧？大家都会去 reach 那些已经表现过的人呢，对不对？那是。所以说我倒更倾向于就广泛的去宣传这个组织，大家随便你参与。Instead of， 先是。我也觉得群众这个是蛮难的，因为是大人物，有时候我刚刚也突然意识，越是大人物越难解。对呀，有的人还要摆架子呢，对吧？对，他就这三个毛都顾不回来。我插一句好不好，你就像法庭上似的， you document evidence， 也可以 close， 也可以 shut off your mouth， 什么意思？你 show 你的 effort 了就够了，反复 show， 以后你做得更好了，人家慢慢过来，你不可以第一个电话人家就同意跟你一起干，你要花时间的这个事情。所以做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尊重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我的 input 是，你确实认为他这个 skill 是重要的，但是你招不到，你不能不做事，只能找第二个，一个就招，没办法。对，还有几份没有交，马上就王茂明来了。对，我在找一个人。好，有点紧张。是开始吧，没有啊，他练完了，是谁会记录啊？我练的时候好像应该有人记录，对不对？因为有些名字都是那个 WeChat 上面名字，可能也不那个名字也不正确的，一直不知道。是不去帮你记录吗？马家名儿重要，我来记住。好，那个马家名那个真名的话，那个你可能要记两个名字啊，一个是说那个微信的名字，还有一个真名。因为有时候微信会很小。而且很多人还包胎嘛，那特别搞笑。对呀，他过一段又改了。特别搞笑，那我你慢慢写，我就开始练了。这样好不好？如果要有真名，就提供真名，因为真名不会变。没错。但是事实上，如果没有真名有困难吧？如果没有真名 ，cross reference， 因为万一有些人知道他的微信，我们如果谁知道真名，谁可以把马家名备注一下。行，这王军第一个就把自己写上去了，逗你玩。方小辉是吧？对，方小辉。哪个小？二佛小的小，佛小的小，中国破小。辉是日军吗？
光辉的辉。光辉。直接拿给他抄出来就更好。光辉的辉啊，光辉的光，一个光。可能要读出来，因为他的就是中国说这些不用。或者说待会儿。没有，不要紧，我在这边来念。在那儿念，给他过来。啊，李医生 ，Charles 医生。Charles 医生。Charles 已经在了，他已经在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就是。Charles 他今天有一个冲突，他在那个一个中医怎么诊断？第二个就是段医生，也在了，段医生也在，也已经是了，在他在。对呀，他也是律师嘛。因为这听您的话，我们最好不要先考虑过。对，这个最好不要，因为人家，人家没有同意，谁会关呢？我会关。因为人家没同意你把他名字写上来，人家说不定考不上也麻烦。我是没不一样的啊。对，关了他在哪里啊？我看应该是一个红色的按钮吧。他人在外面待一天，他换了一个录像的。哦，stop 在这里。